猪八戒腼腆地看着女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AI 赚钱的一个新玩法。那首先呢，带大家先来看几个视频。照常发，哪个赞成哪个反对？这么巧？对呀，刚好。脚踏一条船，早晚要翻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包租婆。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姐姐回来了。刚回来。刚才大家看的这些作品怎么样？那么这个博主可以看到了啊，他呢，仅仅发了一些这种 3D 动画的视频呢。在短时间内呢就已经涨了啊，17点几万的一个粉丝量啊，已经有了100多万的一个点赞。那很多朋友就会想，制作这样的视频是不是需要一个动画频道啊？要团队，要配音，要剪辑，要字幕，非常复杂。但是今天小鱼呢就会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用 AI 一条龙搞定。今天小鱼就教你来用两款 AI 工具啊来制作这样的视频。如果说你对 AI 赚钱感兴趣啊，对副业赚钱感兴趣，那么记得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赞收藏啊，并且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呢，开启小铃铛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啊，这里呢其实制作一部影片的话，从无到有，我们肯定是要借助一些 AI 工具啊。今天我们会用到的工具呢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呢，可以看到 ChatGPT 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可以用可灵呢来把它图片生成视频啊。接下来我们还会用到一个 ElevenLabs 来把我们的文本转成一个语音。那么操作步骤其实非常的简单哈，可能真的10-20分钟就能搞定一个视频。那首先可以看到呢，我很随意的就在百度里面哈，就在一些平台上面接了这样的一张图片。我直接来到 GPT， 可以看到 GPT 这里呢，我就直接把这张图甩给他啊，直接让他将图片生成为一个皮克斯 3D 风格的，比例是16:9啊。这里建议大家啊，如果说你用的是普通版本的话，那么你可以点击视频描述栏的链接来去用代充平台来去升级你的 GPT 啊，你也可以没有账号，也可以买成品账号啊，因为它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啊，我们点下面的这里有加号啊，它这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创建图片。并且它这里面现在有很多风格可以选择，那没有的风格啊，可以看到像这个 3D 风格没有，那我就直接给它输啊，皮克斯 3D 风格，那么生成出来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满意啊，不得不赞啊，现在的 GPT 生图的功能都已经这么强大了。那如果说我们是一张图了，难免会有一点单调哈，那我会延伸这张图片，那么把这张图片同样呢啊，我打开一个新窗口，把这张图片甩给他啊，我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提示语，我要把这个图片呢延伸成几个不同画面，生成一个短视频，弄成一个小短片，给我生成他们手牵手，人物风格保持一致。OK， 那接下来真的 GPT 不负众望啊，生成出来的他们两个手牵手，并且呢可以看一下啊，它保持了人物完全一致啊，并且呢手牵手。好，最后呢我还想再来一个画面哈，给我再延伸两个画面哈，那么搞笑一点的风格仍然保持一致哈，结果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啊，这个猪八戒在嚎嚎大哭哈，这个女的还正在笑，但我发现有一点小瑕疵。AI 始终是 AI， 有时候肯定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更新啊，不断的去给它提示词去修改这儿啊，我让它把这个眼泪给我去掉哈，看一下啊，接下来这个就没有眼泪了，就很正常了。那么这三个场景呢，我需要让它帮我配一个文案啊，可以看到我让它配画面文案，简单的几句话，它就直接给我啊写了几句话，比如说手针一是怎么样的，尾针又是怎么样的哈、啊，那手针就是猪八戒呢腼腆的看着女子温柔的回望。鬼子呢他们把猪八戒可能踩到树根或被树叶砸头啊，做出滑稽的表情哈、啊、女子呢笑得前仰后翻，捂着嘴，看一下最后这个场景呢就是这样子的。 OK， 那其实我们这里就有了图片，那接下来呢其实生成视频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。那现在图生视频的工具有很多啊，前不久呢我刚刚给大家分享了一款工具哈，大家看我的视频也知道哈，这款工具叫 OpenAI 啊，我觉得它的效果也非常不错，包括这个可灵的效果也不错，大家喜欢用哪一个你就可以用哪一个啊，相关链接哈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那么这个可灵也是可以的哈，可灵有国际版的有国内版的哈，看你需要哪个版本你就可以去用哪一个版本，国外版本有很多没有限制哈，国内版是有限制的。那比如这里我就直接把它这里上传进来啊，直接选择图生视频，把手针图上上去来，把尾针图也给它加进来。接下来呢，就输入了我的提示语啊，这里呢，我把这个音效也给它打开哈，它会帮我们生成一个音效啊。这儿呢，我就5秒啊，选择生成一条啊，可以看到生成一次它需要35个积分啊。新手朋友进来呢，也可以是它是有免费的积分的哈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
好，接下来可以看到呢，它正在生成之中哈。那这里呢，如果说我们是免费用户的话，那可能大概需要排队哈，但是没有关系哈，你把它直接甩在里面，该干嘛你就干嘛去啊。你可以晚一点再来看，这里可以看到排队中呢，预计等待3分钟，我们稍微等待一下。那这里如果说你也对副业赚钱感兴趣，或者说你有一些闲置的资金呢，想要去进行一些投资理财哈，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小鱼儿的，可以点击小鱼儿首页这里呢有一个链接啊，大家可以打开，在这里面有鼠标往下滑，那可以关注小鱼儿的另外一个频道，跟小鱼儿一起学比特币赚钱。好，这里是相关链接，那么你可以直接打开进来。那有兴趣的伙伴呢，也可以来从零基础的来学习一下啊，这里相关链接哈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。啊，你也可以来关注小鱼儿的这个频道。那么你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啊，假如我有1000块钱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去投资数字货币哈？这个是非常详细的一期视频啊，1.5个小时哈。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，但前提也是哈，投资有风险啊，入市需谨慎，大家也可以来先了解一下。那有需要注册币安或者欧易的朋友哈，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两个交易所哈，你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欧易的注册链接哈，并且在注册的时候呢，输入我的邀请码哈，就可以在后期的话，你可以获取一个手续费的一个优惠。OK， 拉回来啊，趁着这点空闲的时间呢，给大家啊简单分享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副业哈，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。小鱼儿还是那句话啊，千万不要抱着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哈，天上不会掉馅饼哈，就算掉馅饼也不会砸到你哈。做任何事情呢，都是需要自己付出努力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，马上快生成好了，可以看到这里生成好了，这个效果哈还是可以哈，还有一个对话的场景在里面。好，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这里生成好的视频呢给它保存下来啊，接下来你就会直接用到这个 11labs 啊，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这里所有我用到的相关链接啊，大家在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里面都能找到，找到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啊点击进来，直接它 11labs 呢，它也是每个新手朋友也有10000字的一个免费试用哈，你可以来尝试一下，直接把我们的文本给它转成语音。最后一步呢，就直接帮我们的视频给它拉到简易里面，把我们的一个音频也拉进来哈，最后呢配上一个音乐。当然你也可以给这两个角色单独去配音哈，这里呢我没有去单独配音哈，你可以把它做得更细一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成品。猪八戒腼腆地看着女子，女子温柔地回望，背景微风轻拂，树叶轻摇。猪八戒双手搓着拐杖，鼓起勇气想要说话，女子微微一笑，轻轻侧头。效果是不是还不错？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搞笑类的啊，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哈，可以给他配上一个单独的声音。现在其实制作视频呢也非常的简单哈，很多生图工具哈，其实它生成出来的这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，非常自然。那比如说这里八戒和美女手牵手哈的这个画面都非常的自然。方法教给大家，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实际去操作啊。当然呢，做任何事情哈，还是那句话，要持之以恒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其实人家也是在一直不断的更新之中。当你发现一个方法哈，你可以去尝试，并且去坚持啊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啊，利用闲暇时间啊，能赚取一个收益。我是小鱼儿，喜欢我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。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